继续来看双方的第六局，丁俊晖这是本来打一个薄球，结果一不小心进了，彩球还接吗？贴一杆左斯诺克，哎呦还要拼，哇好球好球，左下底的这颗绿球打进，嗯这杆有点意思，而且红球还能接上。罗比是也是长台上手啊，一杆打到52分，断掉了，断电了。嗯，这颗打进，直接定杆要黑球。这局再拿下，丁俊晖这就直接这奔着赛点来了呀。好，蹬起来，蹬起来还是吃左下方底带，当然小红球堆还是找机会要带一下的，一会儿。状态不错，啊，这样的丁俊晖一定是我们想看到的丁俊晖，对吧？第一局丢掉以后，直接四连鞭。这拿出了去年英锦赛打决赛的劲头。去年英锦赛丁俊晖也是从资格赛打起啊，最终杀进了决赛。好，球堆最下方的这颗有单下。今天丁俊晖确实没有掉链子啊，第一局输了也不是人家打得不好，而是罗比打得好。好，带了一下，黑球向下的角度吃库弹起来，有机会一杆制胜的。对，再走，看看左下方底带是不是要组合球。今天丁俊晖打组合球打得还是很好的，嗯，先不打组合了，先切。哎，切进。切进以后，篮球向上的角度得绕下台。嗯，加了很长的左边旋转，三库来校位，到位了，漂亮漂亮。把红 K 红，要粉球的中袋。这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。现在两颗红球都是活球，我们看彩球也没问题啊。再吃一颗粉球。直接推起来啊！推起来，红球还是掉右下底。这闪电五连鞭了，这回罗比这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是吧？好，篮球打进，这就开始收彩了。这回别失误啊！这回你也不过刚领先，上回失误是丁俊晖这家伙超分了，失误一杆。然后罗比，哎，我还有机会上去打了一杆，丁俊晖，哎呦，坏了，哎呦，这杆漏了，可惜可惜。嗯，这杆养到了袋口，当然这个袋口也不白给，并不是那种一擦就进的，这种失误尽量避免是吧？太考验我们观众的这个心理素质了，罗比自己都没想到。
这颗球不好进啊！看罗比这个架势，对吧？慢慢悠悠的先观察，肯定不是白给的球。他是贴库的。切进。包进了啊，包进了！你看绿球也没得接呀。绿球，哇，这杆绝了！哎呦，这杆这个罗比，是吧？你咖啡球你还能打进？啊，咖啡球这不就丢了，对吧？咱不能回回这么准啊。说实话，绿球打的是有点东西啊。先把咖啡翻下来，拼拼防守，斗一斗防守。哎，一过中线，安全了。中高杆，然后白球往下沉。好球，坐上了。绿球挡住了。两库勾到，别带走了。还行啊，这个落位不简单。你薄球切中袋切左上方顶袋都一样。角度差不多，直接防。罗比现在也是有点慌啊，他不敢去拼了。还是翻下来。好，刹车，别漏中袋啊！一漏中袋就完了。这杆没有避开粉球。哎呦，停在袋口了，漏了。哎呦，这杆好像篮球还是给挡住了呀！这杆有运气的成分。好球，还是漏了。哎呦，直接打进啊！好，5-1了。